精神非常非常的好。平常有没有看什么综艺节目？比如说好看的节目了，最好看的是什么节目？综艺万花筒。我们现在这节目不是钻石舞台吗？怎么没有说钻石舞台？哦，最喜欢看综艺万花筒，为什么？你觉得？因为有 Golden Flower 赛。有 Golden Flower 赛，那你觉得为什么好看？因为我觉得你好漂亮啊。真是不好意思说。哎呀，不过呢，大家都这么喜欢看综艺万花筒，不过呢，就是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另外黄子佼他们表演也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觉得小笨童可怜吗？他被打的时候？他可怜了。可是那个打的真的一点都不痛，真的一点都不痛。那个就是假的嘛，只是好玩的。那但是呢，因为很多朋友都说绝对会很痛，那我们就决定不要了。那现在小笨童又有新的造型，哎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好不好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海涛，欢迎您再次在礼拜天的晚上收看我们万花筒新闻操场。今天我小笨童要演讲的题目是番茄酱的由来。番茄酱什么？果酱的由来？花生酱里？不对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啊，是我最喜欢玩的那个麻将。对，爱情不过是一件小钱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白冷滔滔，我最大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川方妹哦。啊，最近真是拿生意难做，水货猖獗啊。那两个姓叶的女人，哎呦，比什么比啊？我告诉你啦，我最大。我要比较淑女一点，因为你们知道现在很流行作秀，作秀的时候我要变得比较像那清纯玉女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清纯玉女的范本，背心哦，好恶心啊。美女用沉鱼落叶还不足以形容我，比如说用什么好呢？沉鱼落叶哦，有了有了，有那个鸡不生蛋，鸡看到我都不生蛋，狗不拉屎，狗看到我都不拉屎，哦，那会便秘，那不太好。哎呀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最后我还是要唱歌，我要唱你就是落入凡间的寂寞精灵，要命。哎呀，好害怕！大大野狼，今早起床就要吃掉小红帽。救命啊！哇！我要出去了。再听话。Thank you very much. 哦，虾米都唔惊。向前行，大家好，我是范强。谢谢大家，在激情过后，我分析我自己。高高的树上结槟榔，水仙花上水仙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那阿秋槟榔姐妹花。穿帮算什么错误啊？有本钱穿帮才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来个 virgin。 哇，看来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造型，真的是综艺万花筒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变。黄子佼演的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不过真的是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所以呢，不要忘记哦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9:30，请收看综艺万花筒。哦。